你现在20000播放量都没有了。将军，这些三连都赏给妾身好不好嘛？好的，欢迎观众老爷们收看本期单周106的精彩解说炒作。斗地主视频，搞笑吧你在？开局玩个陆逊当地主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不慌，这一波只要我的队友遭受苦难，我就不会受到伤害。嗯，是个明白人。那么这局呢，玩的是一个李傕，兄弟们，六哥的李傕都知道，狼袭吼雷，嗷嗷叫。兄弟们，先砸鸡蛋，后来一个，啊呜！兄弟们，狼袭玩的行不行？顺手牵羊，对，顺手牵羊无限，你就继续无限。然后呢？哎呀，小伙子牌还挺好的，这么好的牌你也敢刷？你以为我要先搞这个马超吗？不慌，兄弟们，他是普通的马超，火攻亮黑桃。好，这个时候他有酒没杀，合理。好，决斗，然后再决斗，有桃子，不要紧，杀一刀，然后出闪再杀，再杀，游戏结束啦，去去。这才是我真正的狼袭。那么这局呢，没有抢到地主。哎呀，玩个郭嘉还喜欢，老是喜欢抢地主啊！蓝莓心扣血，然后摸牌，好兄弟摸牌，好吧？啊再扣不要紧。我们这两个将配合起来还是很牛批的嘛，只要他没有乐不思蜀。好，这一波吃桃子判黑了，掉牌，掉了一张桃子不亏。这个时候出闪，然后这个时候顺手牵羊。好，顺手牵羊牵到一张闪了，然后先铁索连环摸一张牌，然后再杀。好，再顺手牵羊，然后上藤甲。等这个钟繇九火杀我，这个钟繇只需要先活墨桃，然后打九火杀，杀在我身上。啊，没有活墨桃子吗？哇哦！不慌，我就不相信这个郭嘉手上是个桃子。挥毫退万敌一破。Nice， 老铁。那么这局呢，没有抢到地主，你抢得好，你抢的面。相当的棘手啊，兄弟们，还是要先辅这个 BB 机啊，兄弟们，还是要先辅 BB 机，因为我如果只摸一张牌的话，太亏了。你看他还把我压得这么厉害，这个时候只能先辅这个 BB 机，看他怎么说，他好像是我粉丝。好，这一波他控了装备，然后杀我一刀，就桃子，然后我这个时候判红，判的是桃子，然后让他摸两张牌，哇，这 BB 机有操作的，兄弟们，这 BB 机有操作的。杀张志华一刀，张志华扣血了，然后再杀张志华出闪冠之斧两张，再杀张志华摸牌，再杀。哎呀，兄弟们，躺赢躺的行不行？那么这局呢？哼，你抢的好，你抢的妙，你抢的呱呱叫。兄弟们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这局我直接让他牢底坐穿，你知道吗？我直接让他牢底坐穿，顺手牵羊。我丢，队友不扣血了吧？合理。这个时候让他牵着我一张桃子，血亏，兄弟们。这个时候直接杀他一刀，然后让他翻面，然后再给他悬剑回血回回来，把他的马拆掉，结束。很牛逼，兄弟们，很牛逼。好，铁子连环开万箭齐发，然后我出闪，然后呢没杀吗？行吧。然后这个时候雷杀这个曹丕一刀，然后玄剑给他补回来。你看这个时候他找我朝我砸鸡蛋了，就说明他手上没有桃子了，然后给他回血，然后又铁索连环，合理。好，杀他一刀，不要紧。这个邓艾他已经没有出牌的机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邓艾已经没有出牌的机会了，然后直接给他火龙烧他一下，就让他翻面了。哇操，你还不跑吗，兄弟？你这一波直接万年牢，你已经别想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没事，你在里边也挺好的，里面人说话也好听，哦呦，超喜欢这里面的。对，接着翻面，接着舞。好，又吃桃子了，杀他一刀，有桃子救回来。我看你还有多少桃，你还继续挣扎，慢慢挣扎。好，这个时候这个八卦阵还是要上的，八卦阵还是要上，然后再火龙他一下，又翻面了。哇操，太牛批了，这个组合真的太牛批了。只要第一波他秒不掉我们两个人其中一个，那这个邓艾基本上就没了，很牛逼。兄弟们，贾逵都不好打，真的，兄弟们，贾逵都不好打，没有出牌的机会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出牌的机会了，很牛逼。兄弟们，坐牢坐得行不行？那么这局呢，又没抢到地主，不要紧。
打黄盖的话还是刷桃子，兄弟们，打黄盖还是刷桃子。好，这时候过河拆桥，忍他一手，然后顺手牵羊，对不起，忍不了。好，直接开无限，然后呢，留一张桃子。哇操，又顺手，这么好的运气，大哥，你他妈做个人吧，大哥。好，这时候问队友有没有桃子，好，队友回应了，队友说他有，然后这个时候再扣一滴血，然后这个时候骗他的这个冠师符，如果他空城的话，这把就赢了。啊，不上当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这个时候直接先决斗。好，再然后在这个顺手牵羊，这个时候是出 bug 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时候出 bug 了。我以为这个顺手牵羊能用两次，你知道吗？顺手牵羊这个图标用过之后还是亮的，结果看来是我想太多了。好，这个时候乐不思蜀贴上，他空城了。是个明白人。那么这一局呢，终于抢到地主了，玩一个这个沙摩科吧，爱将沙摩科。哟，对面是这两个。兄弟们，不要刷装备牌，对面打这两个很好打，怎么打？不要刷武器牌，因为我回合外我要触发我的这个吉离。好，这一波对面上了个藏巴克，杀我一刀出闪摸牌，然后这个滑头怎么说？好，无功生有，然后火攻我，黑桃。这个时候他犹豫，到底给这个孙策加血还是不加血？啊，最后还是给他加了。这个时候借刀杀人，看能不能把这个藏巴搞过来。啊，他无懈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先杀孙策一刀，因为这个藏巴不管拿不拿得过来，我都已经不能触发这个被动了。好，这一波不亏，兄弟们不亏。桃子只吃一个，结束。你看这个二号位的孙策就很尴尬了，现在他现在特别特别尴尬。这个滑头如果杀一刀让他觉醒的话，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孙策秒了。好，直接极地杀摸牌，然后不动朋友，这个方天画戟来晚了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可以留给下回合。顺手牵羊牵手牌，然后杀一刀这个华佗。好，这个时候再杀一刀九杀，留给下回合。有妙手，兄弟们有妙手，九杀现在打出去等于白打，乐不思蜀天过，合理。好，这个乐不思蜀没过就好了。好，这一波先上马，然后杀他一刀。好，救回来了，不要紧，意料之中。然后上这个，然后再上这个。好，这一波直接摸了七张牌，兄弟们两个都得死。过了拆桥拆孙策的桃子，然后杀一刀这个，因为这一刀是九杀啊，我怕这个孙策手上是一张闪，所以我就没杀孙策。好，这一波直接杀杀杀杀杀 ，nice 老铁，兄弟们沙摩科玩的又不料。那么这局呢，玩的是一个排序大师歌王，兄弟们，其实歌王这个将是真的稳。太恶心了，开局真的特别恶心。哇，这一波 AK 直接来了，兄弟们有 AK 也不要太浪了，因为这两个人有其实很难打的啊，直接扣血了吗？真的假的？好，这个时候出一刀黑沙摸牌啊，直接出闪了，那可能还有闪。这个时候喝酒，然后 AK， 好，五谷红灯要开，不要紧，我有无懈，兄弟们不慌。好，这一波公公出无懈了，然后我反无懈摸牌，然后拿顺手牵羊，我要顺这个曹仁，因为这个公公如果没有队友的话，他基本上就废了。好，这一波顺到闪了，兄弟们血赚。好，杀命中了 ，nice 老铁，再杀无动分友，乐不思蜀再摸牌，再无动分友再摸牌，顺手牵羊再摸牌，红杀一刀再摸牌，铁锁连环连自己和公公再摸牌。然后这个时候出雷杀打这个公公，来成功命中了，然后吃桃子再摸牌，先开蓝白武器，因为这个杀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好，这个时候再无动分友再摸牌，上八卦再摸牌，顺手牵羊再摸牌，杀他一刀，看他怎么说。哇操，这一波太牛逼了，兄弟。好了，感谢老铁们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哔哔。那下次一定喽，明明说好的三连。下次之后又下次，下次之后又下次，都10次了，老大。那这次一定。